Shine bright up all night. We're never slowing down. Fall in love, drunk mistakes. We're bound to hit the ground. Gotta keep this feeling, keep on breathing.漫步在罗马万神殿，2000年的时光浓缩在眼前这几分钟、几小时。这是至今完整保存的唯一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建筑，始建于公元前27到25年，由古罗马首位皇帝屋大维的女婿阿格里帕建筑，供奉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，在这里埋葬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，如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二二世、艺术家拉斐尔等人。纳沃纳广场位于罗马历史中心区，毗邻万神殿，是罗马最美丽的广场，公元86年建造。在宽阔的广场上建有三座著名的喷泉，莫尔人喷泉、四河喷泉、海神喷泉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河喷泉。这座白色大理石喷泉雕有四座精美的人像，分别代表了非洲尼罗河、欧洲多瑙河、亚洲恒河、美洲拉普拉塔河。罗马的夏天，如果你不是出城拥抱海滩或者湖泊的话，那么可以选择在日落时分去市中心逛逛街，看看日落，拍拍美照，吃饭喝喝小酒，或者看看街边艺人的表演，享受你的罗马假日。我是 Selina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